让我们欢迎第三位追梦歌手登场。老师好，我叫周洋，我也叫龙猫。龙猫是平时学美声唱法的吧？对。我在一开始我就摁下去了，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厚度让我非常喜欢。但是呢，到副歌后面其实我的 pitch 啊都不准，我一直捏着那把汗，很紧张。希望你可以后面有更好的表现。谢谢老师。可能我有点不同，我后面按是原因是因为我闭上眼睛听了，然后我忘记我要按了。所以我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按的。 OK， 你别走心啊，不是你别走心，你别伤心，你别心疼，你 OK。 你别误会啊，找到了。好嘞，你别误会。跟那老师的评语会跟你想象有些不太一样吧？其实是意料之中。哦，意料之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未婚夫和我老妈在现场。哦，是这两位。哦，你好，都来支持您。对，因为自己爱的人在，所以特别紧张。对，其实因为老倪他上一季已经来过，但是一个不小心就没了。啊？没上台吗？最后？哦，没上台。然后这次我也算是代夫出征。